妈，妈，是不是拆迁款下来了呀？你怎么就给我20万呀？是不是少给一个零？就是啊，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妈，你快说说到底怎么回事？拆迁款是下来了，一共320万，我跟你爸商量好了，就给你20万。20万？对呀，妈，你是不是跟我爸老糊涂了呀？就是啊，我告诉你，这钱呢、是我和你爸俩的，我们有权支配，你们有什么权利干涉啊？不是妈，那320万的拆迁款，那至少也得给我150万吧？150万？你们口气可倒不小，这么多年你们是怎么做的？走走，你让我干活。妈，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你和我爸都一把年纪了，能花什么钱啊？要我说呀，就小薇和他兄弟啊，一人150万，你和我爸留20万就行了。这个拆迁款呢、我实话告诉你们吧，我跟你爸呀、都商量好了，给你弟弟啊200万，我们老两口呢留100万，给你们呢就给20万。凭什么呀妈？我也是你亲生儿子呀，你凭什么给老弟200万，给我就20万呀？你也太偏心了吧。你吼什么吼啊？我为什么给你们20万？你心里没点数啊？停停停，别耽误干活。你哎呀妈，你这他俩都是你儿子吧，你怎么这么偏心呢？你就不能公平一点吗？行，想公平吗？咱们就好好掰扯掰扯。当年你们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，我和你爸一宿都没合眼。第二天呢，我和你爸俩高高兴兴的去给孩子起名，可是当场了，你们把名字起好了，这样孩子还跟你媳妇姓，你说我和你爸俩在村里这脸往哪放吧？你说这脊梁骨啊都被人扯坏了。妈，我们现在是在谈拆迁款分配的事儿，怎么又谈到孩子跟我姓儿这件事上了？再说了，那孩子是我生的，他跟我姓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们家就我一个姑娘，我们也需要传宗接代呀，跟我姓没什么问题吧？行，既然你们是这么想的哈，那孩子的姓呢也是事实，也改变不了呢，那我们家的事情呢也不用你们操心了。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啊，是孩子跟我姓是改变不了了，但他怎么说也是你的亲孙子，这拆迁款必须分他一半。行，我实话告诉你们吧，这20万呢也是我看在我孙的面上给你们的，不然的话你们一分都拿不到。妈，我知道我儿子跟我媳妇姓了你心里不好受，但再怎么说呀，我也是您亲儿子呀，你怎么能把拆迁款全部给我小弟了呀？我不管，这个拆迁款我得要。你先别急，你听我慢慢跟你说，我为什么没把这拆迁款和你弟弟俩平分，并不是因为你家的孩子跟你媳妇姓，是因为呀，这些年你跟你媳妇是怎么对待我们老两口的？你们想想，你们做这些事情让我们老两口心寒呢。头几年你爸在工地呀、又搬砖又搬水泥，这不小心还把腰摔断了，你说妈有多上火呀？这钱呢没有地方借啊，求亲戚求邻居也借不着，我向你们打电话求助你们，你们不但没给拿钱，连个面都没瞧啊，你说多难呢、那钱啊，还是你弟媳妇回娘家借来的钱，给你爸把病治好。你说这你们那钱都上哪去了？虽说你弟和你弟媳妇老实不爱说话，可是这次没有你弟你弟媳妇这么床前床尾的照顾，没黑没夜的伺候，你爸能好这么快吗？我看这次啊，你们要不是为了拆迁款，你们能回来吗？你们就是为了拆迁款才回来的。哎呀妈，那会儿我跟我媳妇不在大公司上班吗？哪有时间过去看你们呀？对呀、妈，你身为长子你是怎么做的？这些年来我和你爸有个大事小情的，都是你弟和你弟媳妇忙前跑后的来打理，而你呢，这几年你回来几次啊？你心里比谁都清楚。我今天呢，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说了，这个拆迁款呢就这么定了，你愿有意见呢你就有意见，你们请回吧。妈，你这么分呢实在太不公平了，你要这么分那行，那以后我们俩不给你养老了。得了吧你，我还指着你们养老？当年呢，你结婚的时候我花光了所有的积蓄给你们买房，你们连招呼都不打一声把房子就卖了，我跟你爸呀、这次拆迁款留了100万也足够养老了，也不指望你们了。妈，我跟你说最后一遍啊，你这个拆迁款不能这么分，你要这么分呢以后我就不管你了。妈哟，大哥大嫂也在啊。哎，老二媳妇你怎么来了，有事吗？
妈，你上次不是说家里的沐浴露用完了吗？这个呀，是我在网上特意给你买的硫磺净螨沐浴露，你拿回去用。妈，大哥大嫂过来是有什么事吗？老二媳妇，这事儿你就别管了。行，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，我就当没生你这个儿子。本来打算呢，还想给你20万呢。现在看来啊，20万也不能给你了，一分钱你也捞不着。老二媳妇，走，咱们走。视频前的姐妹们，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你们觉得这个拆迁款应不应该分给老爸？祝你踏过千重浪。爸，到了，这是您要的东西。好。您现在公司做得这么大，这么成功，又这么有钱，您确定要穿成这样，明天去参加您儿子的婚礼吗？马秘书，你不懂，我呢，在外创业10多年，从来没回过家。听说呢，明天我儿子就要结婚了，还是找了一个城里的姑娘。这次啊，我特意穿成这样来试试他们的态度。嗯，你把车开回去吧，有事我给你打电话。好的，老板。儿子，我回来了，儿子。妈，是你吗？你这么多年你都去哪了呀？我还以为你儿子一言难尽呀。儿子，妈饿了，有没有吃的？赶紧给妈弄点吃的去。啊，有有有，妈，你们坐。啊，妈，慢一点啊。嗯，我去给你拿吃的，你先坐啊。妈，爹。哎，妈，你慢点吃，这还有呢，别噎着呀。小薇，这什么情况？啊，红梅，这个呀，是我失散多年的母亲，你赶紧去做饭呀。多炒几个菜。我不去，我凭什么给这个老乞丐做饭呀？红梅，你怎么说话的呀？不管他是干什么的，他毕竟是我亲生母亲啊。妈，你这次来就不走了吧？嗯，不走了，我留下来陪你们。这是儿媳妇吧？儿媳妇你好。好什么好啊，浑身脏兮兮的。小薇啊，我告诉你，等会儿他吃完了赶紧让他走。你，我可不想让别人知道一个老乞丐管我叫儿媳妇。红梅，将心比心，我对你爸妈好不好？金手镯、金项链、按摩椅的各种营养品，怎么了？我妈回来了也就多一副碗筷的事，你什么态度啊？好啊，你现在为了个老乞丐跟我翻旧账是吧？我妈把我培养的这么漂亮，这么优秀，你孝顺她是应该的。我告诉你，你妈就是个老乞丐。子不嫌母丑，狗不嫌家贫啊！不管怎么说，她都是我亲妈呀。这天底下哪有子女不赡养母亲的道理啊？儿子，你们别吵了，别因为我伤了你们的感情。妈这就走。哎，妈。你不能走啊。你妈还挺会演戏的啊。王小薇，我告诉你，我和她之间你必须选一个，要不她走，要不我走。我选我妈，一个是生我养我的母亲，一个是要把我亲生母亲赶走的女朋友。我告诉你，我选我妈。好，你别后悔。董事长，不好意思打扰您了，刚才公司那边有点急事，您看您现在方便吗？哦，马秘书，你找我有什么事？妈妈，原来你是董事长了。刚刚啊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这就去给你烧一大桌子的菜，然后啊，给你收拾一个大房间，让你啊好好住下。以后啊，我好好孝顺你。哼，得了吧，你翻脸比翻鞋垫还快。儿子，以后威氏集团的接班人就是你了。至于这个势利眼的女人，以后要不要，你自己决定。老公，你是最爱我的，对不对？哼，像你这样势利眼的女人，我算是看清了，连对长辈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。你呀，赶紧给我走。还是我不值得，教堂的白鸽不飞去。